何者为不敢为天下先呢？是不是？看看吧，你像我的课，在五年前，这个北大的给北大清华讲课的，就是这个企业家培训的金教授就找过我，他说王老师，我给你介绍到我们那讲课，他们也看了你的光盘。我说给多少钱呢？他说最低最低半天课35万底价。我说能那么值钱吗？他说像我这课一个小时还3万到5万呢。他说你这比我讲的好多了，没问题的，人家都说了没问题。我说我又知道一个道理啊，不管啥东西只要定价了就不值钱了。看看吧，我到今天为止没有去讲过一次课，花钱的课，没花钱的我去讲过一次，花钱的就是给我挣钱的，一次没讲过。为什么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啊，擦下黑板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对我生命的认识，就是源自于我们的老祖宗的经典文化。对，老祖宗的经典文化，老祖宗说的不敢为天下先，他究竟说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老老实实的去做人，做一个有贡献的人呢，而不去争功呢？这就是我这么多年对自己的认识。你看，我的生命是我的吗？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我的生命源自于父母，你要是把它卖了，不就是卖父母吗？大不敬，必遭报应，是不是？我生下来吃啥呀？吃天地万物，天地万物用他的生命给予了我新的生命，我新生命的延续来自于自然万物生命的牺牲。我把它卖了，对得起他们吗？对不起。我的知识哪里来的？老师传授的。老师的知识哪里来的？没有古圣先贤，特别是我们的老前辈们，他们的发明和创造，哪有我们今天老师传授的知识？不是自己的。我的智慧哪里来的？你像我这讲课不用准备，啥都不用，上来就讲，为啥呀？他流出来的。智慧哪里来的？古圣先贤经典的开化，也不是自己的。我生存的环境是哪里来的？从古到今，哪一个皇上管过穷人的孩子上学？只有毛主席来了，共产党来了，穷人的孩子才有了学习的机会啊，当家做主的机会啊。没有共产党的伟大，哪有祖国的强大？没有祖国的强大，哪有我们父母的昨天？哪有我们的今天？哪有我们辉煌的儿孙的明天呢？所以在20年前我就告诉自己，什么？我读到《道德经》的时候，
我就在警告我自己，要永远地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。是不是啊？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，老祖宗的《道德经》，我们来解读，我们如何来认识自己，我是谁呀？啊，我来干什么来的？我最终要往哪里去呢？我在西双版纳讲课，西双版纳的一所大学，一个孩子，大学生，23岁，一个小女孩，我在要讲课之前，他就站起来了，他说：“王老师啊，你现在先不用说别的，我都23岁了，我上大学，我都不知道为啥活着，我咋来的，为啥活着，我想干啥，我都不知道，你给我解释解释吧。”我那天就把这个话题跟他讲了。现在社会的很多人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，不知道来干什么来的，更不知道将来到哪里去。看看吧，我们今天来解读这个话题啊，母亲还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体就诞生了，就出现了。母亲怀我们的时候吃啥呀？吃大米，吃小米，吃面粉，吃各种菜和油等等。我们今天啊，这些东西哪里来的，它的组成成分是什么？看，大米是稻谷加工来的，稻谷是稻籽儿，在水土火风中育苗，接收着日月星辰的能量来的，这就是大自然的能量。母亲吃了它，就吸收了大自然的能量，吸收的一部分转到我们的体内，另一部分又排了出去，排出这部分又到了水土里。看看吧，父母亲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一个什么作用？大自然能量转化的作用。那么母亲怀我们，我们也是大自然能量的转化的产物。看看吧，我们的生命体出生的这一时刻开始，拥有的这一时刻开始，我们就是万物能量的综合载体。看看吧，哪有一个真实的生命体存在呀？我们出生之后又要吃这些，吃这些万物，这些万物我们看到的是物质上的，其实万物都有灵，那么万物都有它的灵，都有它的精神。看看吧，亲人们，
所以我们的嘴在加工这个万物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万物的物质和精神的综合载体。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万物物质和精神的载体。为啥说人是万物之灵呢？就在这儿起来的。哎，因为万物都有灵，万物都有精神，我们呢就是它的综合精神的载体。再看，万物用它的生命给予了我们的新生命，所以我们应该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吸食这些万物，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完成的第一个任务，那就是感恩，感恩自然万物，吃了它，喝了它，就得对它负责呀，那就是我们的第二任务，要带度自然万物和他们的灵。看看吧，这就是人的使命出来了。我们现在意识不到，社会很多人吃着万物不用感恩的心，吃完了之后去吃喝玩乐。您吃喝玩乐的时候是谁在吃喝玩乐？是万物的精神，万物的灵在吃喝玩乐。这一下子您就把万物的灵给堕到地狱。如果我们吸食着万物，用感恩的心，我们去做觉悟人生的事业，那么您做的觉悟人生的事业是谁在做？是万物的灵在做。这个时候万物的灵就在积累了功德，他有了功德，他就得到了超拔。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叫普度众生。这回咱明白了吧？咱们尽量少吃肉，或者是不吃肉，是培育自己的慈悲心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怀着感恩的心去吃。更重要的是，是什么？是吃了之后去做觉悟人生的事业。这个时候的你就是喘气儿的菩萨。看看吧，所以一个人在吃什么的时候，是吧，你的心情很重要。更重要的是你吃了之后干啥，要规范自己，时刻要有一种责任感。什么责任？我们要带度自然万物。那么今天咱看自然万物，我们去带度它，用什么精神和境界来带度呢？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。用什么精神来带度自然万物呢？我们既然是万物和它的灵的载体，那么自然万物具足什么精神，我们本来就应该是什么精神。那么自然万物是什么精神呢？
今天咱看吧，看什么？自然万物啥精神？第一，这个稻苗在长起来的时候，什么颜色？绿色。绿色是对人类保健最好的颜色，给人类保健了，管咱要钱了吗？没有。告诉咱了吗？没有。这叫默默，默默无闻，无私奉献。看看吧，亲人们，这个稻苗长出来之后，它呼出来的是啥？氧气。给谁享用呢？给咱人类享用。像咱们有点毛病上医院去吸氧要钱了吗？没有，还是默默无闻，无私的奉献。看看吧，咱们吐出来的垃圾二氧化碳，它回收回去了，管咱们收垃圾清运费了吗？没有，还是默默无闻，无私奉献。他由一粒最后结成一穗，奉献给人类，低下头来奉献给人类，这种谦卑的胸怀，还是默默无闻，无私的奉献。这下知道了吧？万物的精神是啥？默默无闻，无私奉献。而我们现在人类把啥？把默默无闻、无私奉献当成最高的、最高尚的人，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坐标整错了，我们的基点不对了。为啥呀？我们把自私自利当成是正常的了，把无私奉献自然就看成是高尚的了。其实默默无闻、无私奉献本来就应该是人类最普遍的精神所在。我当年悟出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。为啥呀？因为当时做点好事儿，还总想让别人知道呢。哎呀妈呀，现在想想呀，那挺麻烦人的，是不是啊？想让别人知道，跟一根稻苗这种精神都没有乏弊，还高尚啥呀？说那个时候给自己的结论是，王洪喜，你只是拥有了自然万物的物质，你还是不具足自然万物的精神。这回知道我这么多年下来为啥能够默默无闻、无私奉献吗？原来是跟啥呢？跟自然界、跟一根草、一根稻苗学呢。看看吧，这叫啥？用什么精神来带动自然万物呢？和他们的灵呢？就是默默无闻、无私的奉献。看看亲人们，所以我当年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做的还算可以。你像这个九九年，我们吉林省搞了一次民营企业家的一次论坛，省委书记参加，
省长王云坤参加，是吧？这个当年的团市委书记，现在我们长春市的市委书记高我明，他来主持，给三个人，要三个人发言，其中有我一个，每个人限制时间15分钟。那两个人都讲完了，轮到我了。国民书记跟我交代，我红旗啊，你可愿说，你别一说起来没完。那个省长还有事儿，只能说15分钟。我说那好，别超时啊。我说好。你说15分钟说啥呀？这不村儿作秀吗？但是我一想，作秀要能做得好，不也叫优秀吗？我就开始讲了，讲几个观点，几种理念。讲到第二个的时候，大概10分钟，省长站起来了，老王啊，红旗啊，你多说不现实。他这一不现实，我讲了1.5个小时。哎呀妈呀，这一讲完，省长上去了，老王啊，红旗啊，你今天让我老感动了。现在损人不利己的人多的是，你看你这么多年，你真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。我站起来了，我说省长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这些人。他你说吧，那你是啥人？我说我是一个明白道德，回归追求回归自然的人。因为人来到这个世界，本来就应该默默无闻，无私奉献。非常有意思啊，咋有意思？正好赶上过两天评选劳模。哎呀妈呀，开始没有我。哎，这省长一听劳模这个汇报情况，汇报完了说咋没有王红旗呢？其实他也刚知道，说咋没有王红旗呢？告诉你啊，必须有他。嘿嘿，捡了一个劳模。这叫啥呀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老天不负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呐。是吧？05年吉林省第一次评感动吉林十大人物，这个组委会找了我5次，我都坚决不去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说你评不评我，我都这么干，是不是？我说你去评啥去呢？评还想这么干呢？完了呢，还底气不足的，你一周他不上来了吗？我说你去评他们去，不要评我。我一直不见他们。第6次，这个省委宣传部的部长给我叫到他办公室，我一看完了，咋完了？评选委员会的这几个人都在那呢，在他办公室坐着呢。部长告诉我，我告诉你红旗，你这是政治任务，你必须参加评比。吉林省你要评不上，你要不参加，我们评选这个感动吉林十大人物那就没有意义了，没有说服力了。就这么的，啥事没非，评上了。哎呀妈呀，可有意思了，你越不争他越来。哎，这回看看吧。那么
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做到默默无闻无私的奉献，这就叫回归了自然。今天呢，借着这个机会和各位亲人们分享一个话题，那就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。咱们今天来解读一下，看一看默默无闻无私奉献，这是天地万物的精神世界。今天咱来解读一下，看看吧。我写一句话：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这是《金刚经》里的一句话。我是96年拜读到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里的一句话叫“一切贤圣”，贤可以指是菩萨，圣可以指是佛，皆以就是都是的意思，无是无我，把自己忘了，无私，为呢是大的作为，是奉献。法是啥？方法。啥叫差别？我们从事的各行各业，各个扮演的各个角色。今天咱看看，咱就明白了啥叫圣贤佛菩萨。一切圣贤佛菩萨都是无我奉献，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色的人。如果我们把它说的通俗一点，那就是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色中无我奉献的人都是圣贤佛菩萨。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，无我无私，叫不叫全心全意呢？奉献给各行各业扮演的各个角色的对象，叫不叫奉献给人民呢？整个无私奉献的过程，叫不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？看看吧。那么今天又可以解读了，无我无私叫全心全意，在各行各业当中，我们把我们的爱奉献给他们，他们是谁？总和叫人民啊。我们奉献的时候叫为人民服务，那么无私奉献就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那么今天咱就可以解读了，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色中，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是圣贤佛菩萨。
那么今天各位亲人们，一切圣贤，一切佛菩萨，包不包括阿弥陀佛呢？啊，这今天又可以解读了吧？用现代文化解读我们的经典文化，好解读了。啥呀？在各行各业各个角色中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都是阿弥陀佛啊。看见没？这就是习主席在两会期间接见江苏的代表的时候说的话吧？说什么话了？我们共产党人要像信佛的人去念阿弥陀佛那样，我们去念，我们是人民的起物源，是吧？您去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那是形式。您要是全心全意为党、为祖国、为人类去奉献，您就是在做阿弥陀佛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知道，阿弥陀佛是一种精神的象征。什么精神？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。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精神，谁的精神？天地万物的精神。今天咱就懂了，所有圣贤的精神都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。谁做到了这一点，谁都叫回归自然。你看看吧，多好玩儿！看看这些内容，把儒家的、道家的、佛家的、圣经的“感恩博爱”吗？《古兰经》的“至善至德”吗？还有啥党的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宗旨吗？全都是一回事儿啊！看看吧，那么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怎样来解读修行的这种规律呢？咱们今天画个图，一下子就明白了啊！看看我们怎样来回归自然，是吧？回归自然。今天咱看，看看自然万物，它的精神。看一看，我们种一粒种子，是吧？种在垄台上，是吧？咱们正常种种子怎么种？就要把这个垄台儿给刨个坑。咱这回看看自然的规律是啥？自然的规律就是佛菩萨的精神吗？就是他们修行的这个道路吗？咱看看，正常的这个种子垄台儿刨个坑，给这个种子种下来，种在这儿了。啊，紧接着往上培土，看看培土培上了，又
踩一脚，又踩一脚，把这个土踩实正了，踩出个坑来，啊，风吹来了，空气流通了，雨下来了，这地方积点水了，阳光一晒，热量进来了，阳气进来了，地气往上升，阴阳相合，种子发芽了，看看吧，看看。我们先说这个过程吧。这个第一个是挖坑，对于种子来说，挖坑叫啥？挖坑，把这个种子自己播撒在这个坑里，这叫奉献。奉献给大地，在哪儿呢？奉献在最低处，从最低处开始，在这儿呢。往上培土有压力，踩上一脚，这个种子疼不疼？疼，它就要再忍辱负重。风吹来了，雨淋来了，这个时候这个种子发芽了，即便是发芽，它使劲往出拱，往出拱，朝着阳光的方向在往出拱。它最恨谁？它最恨的是给它刨坑的人，最恨的是给它培土的人，更恨的是踩它一脚的人。啊，看到了，这个时候怀恨在心呐。当他种子出土的那一瞬间，他见到了光明。这个时候，他有恨。给他刨坑的人，给他培土的人，和踩他一脚的人，到啥？到感恩他们，感恩他们，看看吧。这个时候，他把感恩的这种情怀化作了向上生长的动力，这不就是奋进吗？奋进吗？一直长到啥程度？长到这个穗儿果实累累了，这个时候他低下了头。他低下了头的这个时候，无论哪个方面的风吹他，他都在那点头了。这叫啥了？哎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心静如水啊！心静如水。这个时候，他由一粒儿结成了成熟的一穗儿。这个时候，他把他的人生，把他的这个种子，这种能量发挥到最大。我们说，他有着无限的能量，由一粒儿结成一穗儿。那么人
整个的这个过程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来解读了。自然万物这个过程，我们就可以解读了。谈什么奉献，叫不叫布施呢？时刻在低处，时刻在低处，叫不叫持戒呢？啊，承受着压力，忍受着屈辱，叫不叫忍辱呢？怀着感恩的心，感激给他刨坑的人，给他陪土的人，给他踩一脚的人，他要去奋进，叫不叫精进呢？不论谁说啥，哪个方向的风吹来，他都在那点头，叫不叫入禅定了呢？由一粒接成一穗，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最大，叫不叫般若智慧呢？哎呀妈呀，这下知道了吧？这回知道啥了？原来佛陀说的六波罗蜜是自然万物的本来的精神，本来的品质，本来的规律。这回看看吧。哎，所以我们人生啊，要干啥？回归自然。啥叫回归自然？这是我今天这么多年讲课，今天讲回归自然，我这是讲的最细的一次。为啥？我要把这种深层次的这种规律，我要告诉所有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些，我们才知道啥？我们回归自然，本来默默无闻，无私奉献，就是咱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对党对人民该做的。看看吧。那么今天咱要说人布施，我刚才讲完了，持戒要在第一处，最大的戒要守国法。哎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。还有呢，啥叫在低处？亲人们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就是时时处处心能够低下来。咱们的烦恼来源于什么？咱的烦恼来源于咱们低不下来。我们看一看咱们这音响师啊，很有智慧，他给我送纸来，他知道我要用啊，给他鼓鼓掌。来，给我拿一下话筒来。我们为什么要低下来呢？今天看一下，我一说咱就懂了。咱们跟任何一个人想不开的时候，什么他坐在我们对面，我们的心灵都不能相通，这叫啥？有障碍。就好比这张纸，这叫啥？咱们之间有障碍了。哎，人要学会低下来。咋低？不仅仅身体要低，更重要的是心灵要低下来。当我们能做到心灵低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化解
和所有人的心灵的障碍。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看高了，烦恼又都来了，业障现前了。所以任何一个人有烦恼的时候，说白了都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所以人要低下来，就像咱们有的人磕大头，有的人磕小头，有的人鞠躬，不管是啥，那只是形式上的，最重要的是时时处处用低下来的身体的那颗心崇拜圣贤的像，让我们的心灵时时处处能低下来，我们的一切烦恼忧愁自然就没了。这个时候我们人这不就叫看明白了吗？看清楚了吗？看破了吗？放下了吗？自在了吗？谢谢。这回看看，你看老人家做得好，这个烦恼他不去见。你知道我今天来干啥来的？我今天就是要把所有亲人们的烦恼都带走，把吉祥幸福留给我们沈阳。是吧？看看吧，这叫赤戒呀，真正的赤戒，时时处处能低下来。记住了，有这样一句话叫水滴成海，人滴成佛呀。祝福自己吧。那么人有和精进我不讲了，我讲啥，就是人有精进的过程，就是种子能够冒出地面的那一瞬间，这个苗你知道那叫啥呀？啥情况？这叫冲破黑暗，黑暗见到光明。这叫啥呀？就这一瞬间他就不恨怨恼怒烦，给他刨坑的人，给他培土的人，给他踩一脚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都是来帮助他的人。这又怎么解读呢？看看吧，我们人跟任何一个人想不开，我们跟任何一个人想不开。亲人们呐，我们在哪里呢？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囚犯，这是一个囚字，这是高高的大墙内一个不自由的人，这个圈儿就是墙，这就是他自由的障碍。别忘了，他只是身体的囚犯。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生活当中跟任何一个人想不开，我们都是这个念头的思维上的囚犯。
这个时候的我们，这个心里是黑暗的。哎，看看嘛，天在哪儿，地在哪儿，神在哪儿，圣在哪儿，佛在哪儿，都隔着呢。这种状态就好比这个种子压在的地底下，它往出拱的过程，是不是？当它拱到地平线的这一瞬间，它见到阳光了。这就好比我们跟任何一个人过不去，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这个人的好处，找到他的好处，就像有一个小太阳照亮了我们黑暗的心灵。所以当一个人时时处处能找到给我们挖坑的人，给我们陪土的人，踩我们一脚的人的好处的时候，这叫冲破了心灵的黑暗，见到了佛陀的光明。这叫找别人的好处，解放了谁？解放了自己。哎，说这一点呢，咱们要清楚。哎，你看看，万物都有这个精神。如果我们在忍辱负重的同时，能够感恩到这种精神，那就厉害了。是不是？看看吧，我们今天再画个种子，这个种子不是在这儿，在哪儿呢？哎，这不是个地垄沟吗？这又是个垄台，看看吧，看看吧，这个种子如果不种在这儿呢？这个种子要给它种在垄台上呢，看看吧，我们就知道了。这叫这个种子叫高高在上，看看吧。第二，阳光天天晒它，这就叫好比我们人天天被人夸。第三，没有人刨坑，无敌处，高处吗？没有人陪土，无土，没有压力，没有人踩一脚，哎，无人辱，看看吧。风吹来了，把这个种子吹到垄沟来了。哎，雨淋来了，泡汤了，没两天完犊子了，烂掉了。看看，这回知道了吧？哎，社会上我们遇到的事情就好比是风雨，这个种子在长出来的这一瞬间，他最感谢谁？最感谢给他刨坑的人，这叫在低处；最感谢陪土的人，特别是感谢踩他一脚的人，因为风雨来的时候，他们都对他起了一个保护的作用。所以今天咱知道了吧，在现实生活当中，
谁能够给我们刨坑让咱吃亏？谁能够做到给咱压力？谁能够做到让咱忍辱负重？这都是咱成就的大德呀。看看吧，这个故事在哪儿？就是这个图啊，我还真得感激我在山东烟台釜山中学讲课，他是全国的重点高中，有个小孩儿，就是高中生嘛，4000多人，在跟我互动的时候，一个小孩儿，男孩跑上来了，跑上来之后，很激动，也很冲动。王老师，你是来讲道德的，你评评理，我们那个政教主任就他妈不道德。我说他咋的了啊？管我们管的谁严？我们要犯一点毛病就使劲收拾我们，我们谁都受不了。我说孩子，你别冲动，你种过地没有？他说我从小跟爷爷种过。我说那好，我说我给你画一个图，你感觉一下子。在这之前说句心里话，对这个图我还没有概念，因为我虽然种过地，没去悟这个。你看看，这不是孩子开启了我的智慧吗？当我把这个图，是不是？当我把这个图讲完的时候，我说孩子啊，选择吧，你是选择高高在上的，天天被人夸，也没有压力，也没人搭个你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你还是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忍辱负重的孩子，最后成就辉煌人生的人。我说你看吧，你的政教主任是谁？给你挖坑的人，给你陪土的人，踩你一脚的人，你爱不爱他？当时这个孩子给我鞠一躬，说王老师，我听明白了，鞠一躬，赶紧跑下去到政教主任那儿，给政教主任鞠了3个躬，完了跟政教主任啥呀，拥抱，化干戈为玉帛。看看吧，说今天咱要知道啥呀，自然万物成就的过程，其实就是显现了佛陀的六波罗蜜的过程，所以一切自然法都是佛法。佛法都是一切回归自然的法。你说要这么讲经典文化多好，还讲明白了，还一点迷信色彩没有，鼓掌吗？是吧？那么今天解读，此时此刻解读一下《道德经》的一句话，这回我们就都明白了，一下子咱心量就都打开了。看看啥？看看吧，道德经里有这样的话，叫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这回咱们一下子就把咱们的人生就能圈起来了，就能连上了。看看吧，我们是啥？我们是万物的载体，我们是万物的载体，是万物灵的综合代表。那么
我们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第一要感恩自然万物，我们要带度自然万物。我们用什么心带度？默默无闻、无私奉献的心来带度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要把万物的灵，把它的能量，要把它凝聚。凝聚到哪儿？凝聚到三。何者为三？三为天地人合一的境界。哎，再把三浓缩到二，二就是我们的知和行，也叫阴阳啊。浓缩到知和行，就是我们所做、我们所知道的、心里所知道的和我们行动上的，纳入到这个层次里来了。再把知和行去统一，浓缩到一，叫知行的统一。这个时候，这叫太极，也叫阴阳和合，这叫知行合一。知行合一，这是我所知道的和我所做的同步的，同步的。哎，在这个时候，您把你的爱再奉献出来。当你能够知行合一的时候，您就发现了自然规律内在的道。这个道是啥？就是自然的规律，就发现了规律。这个规律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道。在这个时候，能够把我们的爱奉献给众生，积累的能量就叫德。看到吗？所以人凝聚能量的过程，是明心见性的过程，是发现规律、发现道的过程。当这个过程我们能够把爱无私的奉献出去，积累的能量就叫德，加在一起，道德正能量出来了。这回知道道德是咋来了吧？然后咱们具足了道德，咱们每一个人都具足了道德，再把道德奉献给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心灵，这叫落实在心里和行动上，这又出现了二。再把对天地负责，再把爱奉献给天地人，这就达到三了。再把这种爱道德奉献给天地万物一切生灵，这个过程就叫回归了自然。这叫啥呀，亲人们？这叫来自于自然万物，回归于自然万物。这不是《道德经》里所讲的吗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
我们从无中走来，无明天地之始，有明万物之母。这多重要！所以咱今天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我们是万物的载体，万物灵的载体，我们要无私奉献，我们要默默无闻，凝聚力量，具足道德，然后再把道德奉献给人类最需要的事业，整个的过程就叫源于自然，回归自然。啊，那么谁具足了这种精神，谁都是圣贤；谁具足了这种精神，谁都是我们称颂的阿弥陀佛。所以信仰阿弥陀佛的人，不要注重在嘴皮子上，一定要注在什么知行上、行动上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要注重在嘴皮子上，那就是军事演习，天天骗阿弥陀佛玩儿。你要能住在行动上，时刻把我们的能量默默无闻无私地奉献给党和人民，您就是喘气的阿弥陀佛。那么今天我们看，我们不敢为天下先，就是因为我们对自然、对自己有这样的认识。一个人当对自己有这样认识的时候，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不敢为天下先也是正常的了。看看吧，我是谁？我的生命体是自然万物能量的综合载体。我是谁？我的生命是万物物质和精神的载体。哎，那会儿不擦了，不擦了，好了。我来干什么来的？感恩自然万物，带动自然万物。用什么精神带动自然万物？默默无闻、无私奉献的精神。我往哪里去？回归圣贤的、如来的本性。多好玩儿！哎，说今天我们知道，把这个也擦了它。说今天我们知道这三点：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，是吧？我们把它解读完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又知道，我们的血脉里所有的圣人、贤人，是吧？你像咱说的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我们看看吧。所有的圣贤也叫佛菩萨，啊，我们的血脉里还有谁？善人的、恶人的，他们所有的信息，他们所具足的文件，他们的种子，亲人们呐，都在我们的体内存着呢。我们为啥要学圣贤？学圣贤就是开启圣贤在我们体内的种子。看看吧，说今天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知道啥？
我们这个人这一撇儿这一捺这代表啥呀？朋友们，我们来到这个世界都是躺着来的，随着我们长大，受到父母亲的影响、老师的影响、圣贤文化的影响、社会的影响，我们支撑了起来。这个撇是啥？这个撇不是咱的肉体吗？我们所说的肉身吗？这个那是什么？什么时候这个那容易摔下来呢？一定是支撑这个那的撇出现问题了，出现问题了。那么现实生活当中，什么样的人容易一夜之间摔下来呢？一定是缺少了正能量得的时候。所以人的这个那是啥呀？我们宝贵的道德。这回咱知道了，道德是啥？道德是精神，道德是灵魂，这不是咱经常说的吗？那么这个精神和这个灵魂，我们所说的魂是啥呢？今天咱把它起一个最准确的名，叫啥？叫法身。法身，哎，说最快咱就应该知道了。人要具足道德，道德是啥？精神。精神是啥？灵魂。灵魂是啥？法身。看看吧。那么咱们有多少个法身呢？亲人们，咱有多少个法身？我们有多少个人的血脉，就有多少个法身。看看咱家里边，咱有没有盘古的、女娲的、神农氏、伏羲氏、炎帝、黄帝、尧舜禹的？有没有老子、孔子、耶稣、穆罕默德、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、地藏王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的法身？咱全有。不仅仅有他们，一切圣贤诸佛菩萨的法身我们都具足。那么我们学圣贤文化干什么？就是学圣贤他的精神。亲人们呐，这个咱要懂啊，学圣贤的精神，学佛菩萨的精神，塑造啥？塑造佛菩萨的法身世界。这回咱就懂了，咱们庙上看到的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地藏王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等诸菩萨，我们庙上看到的那个像都是他的法身像，不是他的真人像。这下不能迷了啊，要好多人见着那儿佛，见着那个使劲这客气没完，在那还叨叨咕咕的说：“你说啥呀？那个像是假的，像内涵的精神是真的。”
所以咱们看到的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像，那是他的法身像。法身像咋看着呢？不是咱们普通人能看着的，是啥？天眼开的人能看到了他的肉身里边内涵的法身。所以记住了，亲人们，一个人有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咱的身体，这叫肉身，这叫肉身，是吧？好了，一部分是咱的身体，那叫肉身，另一部分就是咱的精神法身。我们修啥呢？不是修咱的肉身，咋能像阿弥陀佛、像释迦牟尼佛那样？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也修不成那样。为啥？那是他的法身，那是他的精神的象征。但是，我们如果一个人要学好了，天天比如说学老子《道德经》，那么您就开启老子在您体内的法身慧命，你把他的精神学到手，现代版的老子就诞生了。您学《论语》，您就在塑造孔子的精神世界，那就是他的法身，你把他做真了，您就是现代版的孔子。同样的，亲人们，您去念阿弥陀佛，您去做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，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服务，您的每一天，您的法身，无量的法身你都没有开启，您开启了谁的法身？阿弥陀佛的法身世界。当你能够按照经典的要求去做真了的时候，您的法身就和阿弥陀佛的法身无二差别。这叫啥呀，亲人们？这叫学谁就有谁，做谁您就成谁。你看看这个课听起来很轻松啊，一下都明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看到习主席的像，想到了啥？这个像是假的，但是习主席说的话，什么话？他具足的精神，什么精神？他说了这样的话吧，每个人工作的时间是有限的，可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无限的。还有一句话吧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的任何幸福都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。像是假的，习主席的号召我们学习的精神是真的。你看，你这么一想，我们如果能够落实好他提倡的精神，他践行的精神，我们不就是对习主席最好的回报吗？当我们能够去落实阿弥陀佛的伟大的精神，也是我们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，我们对阿弥陀佛不也是最好的回报吗？看看吧，为啥要学生前文化？
个人如果不学圣贤文化，亲人们，他的圣贤的能量就得不到开发，他的种子，个人的种子在体内就要开化。这种信息就要出来，危害党，危害国家，危害社会，看看吧。这就好比啥呀，地要不种庄稼，自然要往出长啥，长草。人要不学圣贤，自然就是坏蛋一个呀。这多重要啊，哎，所以当年我在2002年给自己办国学幼儿园的时候，我就有了这样的一段话，今天咱们分享一下，那就是读圣贤之书，与圣贤对话，啊，明圣贤之理，成传承圣贤之脉，血脉相连嘛，立圣贤之志，行圣贤之道，后圣贤之德，增圣贤之志。看看吧，亲人们，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思维。我们看一看，你读谁的书，就在和谁对话。看看习主席，他这个头些日子到曲阜去，还有那样一个镜头吧，他拿手里拿着两本书，一个是孔子的家训，一个是论语的诠释，他掂量掂量，他说这两本书我回去要好好拜读拜读，好好研究研究。其实这是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一个明显的信号，就是让身为国家主席、党的总书记都能去读《论语》了。你不去读，你想干啥呀？哎，看看吧。所以，弘扬经典文化的春天，特别是在咱沈阳，真的来了。